帝国的勇士们，今天你们是我一切攻下帕森县城，为正义军报仇！ 我们是什么营？猛虎营。不错，猛虎营。什么叫猛虎营？军中精锐，猛虎之师。巴山县城是浙东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丢了巴山县城。 我们也无颜再见我们的江东父老，所以，我要求弟兄们，战斗到最后一刻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哪怕战斗到最后一口气，也要守住巴山县城，绝不让小鬼子踏进巴山县城半步。 弟兄们。 你们跟着我李昌鹏很多年了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没让你们享过一天福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我李昌鹏下辈子再还给你们。可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要求弟兄们跟着我李昌鹏一起，杀生取义，舍身成仁，精忠报国，对得起党国，对得起我们的巴山人民。弟兄们，成在人在。 李昌鹏，我们帝国的勇士不会白白的牺牲，你要为你的幸福付出代价。今天，巴山就是你们的扎实之地。所有人，消灭这伙人！传到这，嗨，炮兵准备。 救国人，给我进攻！进攻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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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죽겠지, 죽겠지. 자! 不然我们会拖累你们的。说什么呢？大家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服从命令。啊！啊！啊！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，要是扔下，那我李成不外是人吗？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服从命令，走。营长，服从命令是红新兵担子的，就让我们这些兄弟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吧。走啊，走！ 快走啊，快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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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